高承恩拨到球，最后郭汉把球救回来，但高承恩后面要把球抄走。对，这下山路了，毕竟重心不一样。马上的范博彦抢下篮板，转换过来高承恩在篮下打板进。现在剑行这边打得很明确啊，就是完全不停下来这边打板架上来，赶快传出来，外线的传导被高承恩抄走，前面完全空掉了，上篮得分。篮板，对，很明显，刚刚在丁光浩配陈范博彦的这一套的进攻上，其实出手打在篮筐上。剑行又是一个快速的进攻，高承恩投进了三分球。这个在转换快攻里面，不过才讲完，那马上接球就给掉了，就有失误，超不给面子。简廷照拿到球之后上篮得手，所以剑五毛为佳。交给高承恩外线的出手，绝！这边现在有点节奏被剑行一波带走。对，陈范博彦之外，剑行科大应该是讨不到太多便宜了。他们大可以运用身材优势，先做好防守。高承恩又来一个三，高承恩可以说是完全打疯了。攻守两端表现精彩，这时候再来一个三分利刃，插进国体，应该是最不想看到的状况。好，这边又是一样。那后卫其实发动了非常强势的反快攻，高承恩又是一个三分球。三节，高承恩建新科大的球员在上半场攻下了12分，第二扣10投5中，有2次的超节，他所展现的速度、爆发力还有切入的破坏性是相当的好。对，我觉得高承恩啊，可以说是用了今年一整个球季，他在预赛阶段从伤愈复出之后慢慢找回。